花车好玩吗？刘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俩是不是在找他？涛涛，你跑哪去了？你跟踪我？哎，是保护。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孩子？我想把他送到慈善学校吧。我觉得这不太合适，一旦到了学校把其他学生带坏了怎么办？还是送警察局吧。可是送警察局只能解决眼下的问题，我想给他一个重新选择生活的机会。阿涛，来。阿涛，跟我去慈善学校好不好？为什么呀？慈善学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朋友，你去到那儿一定会喜欢那儿的，去试试嘛。你怎么找到我们的？哟，这也说来话长了。不过我可以长话短说。这么说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你监视着。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要不是我及时发现有人在跟踪你们，现在可能真的出事了。大家都很担心你。这是我爸真的号码。明天我们一块儿去学校吧。你管的还真多，阿童，走。为什么婉晴刚到八珍就被人跟踪了？我也想知道呢。你什么意思？怀疑我？为什么你一出现，婉晴的手机就被人抢了？不知道你说什么。站住！你要是对婉晴意图不轨，倒是有你好看的。